承认吧，无论是17年前我父母的车祸，还是心妍的离去，认罪是你最后的归途。你休想！小薰小姐，认错吧。林光一，连你也认错。 彩萱，我来，不用，别动，我来，别扎着手了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搞的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这么笨？不是，你走，快走。 小姨，你冷静点。你针对的人是我，你想弄死的人也是我。放开他，都冲我来，啊！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的命都是你的。哼哼，别在我面前表演一往情深了。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假惺惺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爱，只有恨。 我要先杀了他，再杀了你们！请问是 C 零时尚工作室 CEO 汤林小姐吗？你又开什么玩笑？是汤小姐吧？我父亲林光一和您的兄长汤奇先生邀请我来和你见上一面。你好，林木帆先生，我是汤林，非常高兴和你见面。
来，张嘴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不要想着用这种方式来讨好我，我的志愿那可是……先吃再说，要不然一会儿啊又噎到了。满嘴都是。哎，我看看。这个就是你下个作品？嗯。这个男主，我特别理解。但这个他……哎，你听我说，这次你可不是狼崽了啊，你是男扮女装勇闯敌营的女侠客。饶美呢？你不喜欢啊？嗯。我又让你依赖的难有力，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，忍不住也向你靠近，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，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，哦别怀疑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人情，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。